最近的我也很棒哎，洪刚，你甲看，我最近投资虚拟货币哦，获利200%。哦，哦，我最近要投资600万。哦，这届哦，我若钓到我就拼啊，哦，要散就饿啊啦。安尼哦，几趴？200。哪有遐好康的代志啦？我们来解除定存，我会甲你对。哎，你托懂，我咧讲吼。等下，我还有理财专员小黄呐来吼，啊，你再改一遍。OK， 沈哥，沈哥，你干嘛？你不可以啦，迄600万呢？你敢知影最近哦，迄诈骗哦足多呢？我看哦，你也是较注意，搞我啦！哎呀，袂啦袂啦，你看沈哥的电子钱包遐尼多，要翻身了，靠这盖啊！要把握机会，想太多了。小黄，你来啊！秘密，真好看，代志莫甲别人讲啊！不啦。伊要改你咩啊？哦，那个电话联络啊，好，安尼吼，啊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啊，你抓住，立刻逮捕诈欺车手。啊啊！稳赚不赔，保证获利，这是假投资诈骗。哦，人家啊，反诈五步报给你知，陌生来电不接，投资明白不听，未知连结不点，个人资料不传，可疑资讯不信。